那我去可能看标题就懂，华为新一代 laptop 来了。我现在手上就有三款 Doremi， 第一款呢就是阿大谢点的高端系列 MateBook X Pro， 第二款呢就是中端系列卖的最好的 MateBook 14，第三款就是学生 budget 系列的低端入门 MateBook D15。一眼看过去有没有觉得 MateBook 是我名头啊？我之前好像拍过哦。你没有看错，新款的 MateBook 外形是没有变的哦，它变的是内涵。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华为卖的最好的 laptop 系列 MateBook 14，但它是新款啊。外形上面呢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，全银色 aluminium 材质， 1.49kg 重，厚度 15.9mm， 很容易塞进包包里面。它四边窄边框，上左右只有 4.9mm 的宽度，很鬼实在，搞到一眼看过去好像满满是 screen 的感觉。90%屏占比哦，还有是 touch screen team， 看我边手指 screenshot。屏幕14寸 IPS 2K 高清显示屏，180 sRGB 色域 ，PPI 185 300nits 的亮度，看戏、做工、看图都绝对够用啊！记不记得 webcam 在哪里？其实我之前就讲过，它就在钉键盘这个位置。你要用的时候呢，你就按上来；你不要用呢，你就按回下去，这样你就不怕被害哦。然后开机 button 呢是 power button 加 fingerprint 二合一，开机速度快，但这些全部都是之前有的。插孔一样哦 ，USB-C 一个 ，USB-A 两个 ，HDMI 一个 ，3.5mm 耳机孔一个。那升级到底在哪里啊？就是从之前的第十代处理器升级到了第十一代的 Intel Core i5 处理器。那第十一代呢，就是采用了 10nm 的 Super Thin 工艺制程，比上一代多了33%的性能提升。哎，反正那意思就是哦，整个 laptop 运行起来就比较顺哦。配上 Intel Iris Xe 显卡， 16GB DDR4 RAM， 512GB NVMe PCIe SSD， 56瓦时的电池加超级快充 65W 的 USB-C 充电器，而且比起上一代哦，它更加小力了。散热升级为鲨鱼鳍双风扇，在很安静的地方用电脑，其实也真的听不太到风扇的声音，安静。重点来了，这次 MateBook 14新款哦，升级上了华为 Share 3.0，就是说，当你手机可能去电脑之后呢，你可以同时间开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窗口，你可以一边刷 Facebook， 一边开 Calendar， 再开 My Shopee 都可以，同时间 Western Q Three Bed， 价钱400，哈哈，200，价钱4899。讲完 MateBook 14，现在就轮到最适合学生党的 MateBook D15，就是你啊，一分钱一分货。 MateBook D15 呢算是入门款，所以它价钱当然也是比较便宜哦。设计上面呢，新款 D15 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， 15.6 寸 1080p 分辨率屏幕，屏占比 87%， 重量呢是稍微比较重一点，毕竟15寸的嘛，就是 1.62kg。 最大不同哦，就是内部升级， D15 从之前的第十代升级到第十一代 Intel Core i5 处理器，配上 Intel Iris Xe 显卡， 16GB RAM 加 512GB SSD， 然后有 65W 快充啊，双扬声器啊，隐藏式 webcam 啊，华为 Share 3.0 功能等等，价钱3899。接下来就轮到了华为旗下最 atas 的这个系列，就是 MateBook X Pro。 这个系列主要就是针对商务经营用的，你看它的颜值是多么的高吗？看到哦，它 logo 多大吗？那 Chanel 也是这样大个的，而且还用了一个非常少见的颜色，就是 Emerald Green 藏青色，整个就是大气，跟刚才那个14跟 D15 是完全不同世界的。 OK，屏幕 13.9 寸 3000×2000 分辨率， 180 sRGB 色域，屏占比高达 91%， 重量 1.33kg 重，厚度 14.6mm。 那性能上面来到新款肯定也是有 upgrade 啦，11代 Intel Core i5 处理器，还有 Intel Iris Xe 显卡，办公是完全绰有余啊各位。然后这块 touch bar 也是升级过的，听说用起来是更顺更流畅。最其他功能比如隐藏式 webcam 啊， fingerprint 加 power button 二合一啊，华为 Share 3.0 啊，鲨鱼鳍风扇啊，这些当然全部都有啦，价钱6899。好了，看完了三款电脑，我们现在稍微快速的总结一下它的价钱。叮，我现在定格，大家快点看。好，那三款电脑今天就已经可以买得到了，可以在华为官网啦、Shopee 啦、Lazada 啦、Harvey Norman 啦、Sandhang 啦都买到，而且凡购买就会送华为的 backpack， 还有加滑鼠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